好，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。11月19号，从某种层面来说，这一天完全可以称之为周深日，在微博热搜上出现了数十个跟周深有关的话题，从蔡徐坤到白鹿，任何一个热搜都能牢牢抓住观众们的眼球。比方说周深美声版生日快乐歌、周深性格测试、蔡徐坤给周深过生日、周深陷入记忆空间等等，不仅唱歌白塔搞起笑来，同样能颠覆观众对他之前的认识。最新一个话题则是周深说愚蠢向白鹿吹口哨，瞬时间吸引来了很多吃瓜群众前来围观。这就是正能量偶像周深的影响力，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就可以引起全网的轰动，又一次将奔跑吧推向了新的高度。根据全网大数据分析，关于奔跑吧共同富裕篇的全部信息中，被搜索次数最多的嘉宾分别是蔡徐坤、白鹿以及周深。谁都不可否认，只要该节目跟音乐站上边，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拿到收视冠军。第三期不负众望，成为了开播以来收视率最高的一期，前两期的收视率平均为0.4022，第三期则直线飙升，达到了0.5425。可见周深跟白鹿的影响力有多强大了。除了奔跑吧芒果台的你好星期六最新一期致敬中国动漫百年，同样吊足了歌迷的胃口。预告片中，何炅、周深、谭健次、秦霄贤全员化身动漫人物，只见周深与哪吒传奇梦幻联动，出圈造型既可爱又灵动。明明只是一身不起眼的舞台服，但却被周深穿出了不同的质感，就像歌迷所说，天生的衣服架子，无论穿什么都能彰显出不同的气质跟感觉。这并不是周深第一次参与录制你好星期六，早在芒果台全面升级线上招商的时候，周深就出现在了主持人阵容当中。当初芒果台想让周深跟何炅同框合作，承担的角色跟后来的王鹤棣、秦霄贤差不多。作为乐坛劳模，周深不仅情商高，人缘也非常好，但因档期关系没法跟芒果台达成长期合作的观众，主要还是因为浙江台抢先芒果台一步，牢牢抱住了周深的大腿，生怕丢了周深这个流量密码。回想往期节目，印象最深的就是周深跟杨丽萍同框合唱了《和光同春》，整期节目只因二人的 solo 表演就被推上了热搜。这次周深依然将正能量贯彻始终，表明上看是为了赶通告，实则是在向中国动画百年致敬。音乐方面，前不久刚刚官宣周深与迪士尼游乐园展开了深度合作，不同于其他作品，还没等歌迷反应过来，六公主就发表了迪士尼将跟周深合作的消息，明确表示会将六首动画主题曲重新改编，也就是说周深会在六首曲目原有的基础上赋予园区新的生命力。光听歌名《奇遇乐章》就能预测出这将会是周深的又一首高质量作品，势必会上演了神仙打架。一首中国动画百年主题曲，每每一首迪士尼《奇遇乐章》，凭实力奠定了周深在动漫领域的江湖地位。正当歌迷还在围绕这首《奇遇乐章》展开讨论的时候，仅隔一天的时间，又一首全新佳作震撼上线。话说到这儿，不得不感慨，歌迷的速度就算再快，也无法赶超周深出新作品的节奏。上一首歌的热度还未彻底褪去，下一个名场面就已经向我们迎面走来了。不夸张地说，说这句话的同时，周深就已经为我们带来神仙名场面了。不少歌迷都在深受的微博下方直呼弯道超车。这首歌同样是一首动漫金曲，名叫《夜游》，在歌词内容充满了意境，是周深为大理寺日志而深情演唱的一首高光曲目。在周深的加持下，很多向来不看动漫的朋友都在第一时间关注起了这部剧。官方发文表示，11月26号起，每周6:00会准时播出，扬言首播3集会有很多隐藏的福利。不出所料的话，所谓的福利应该就是周深的这首《夜游在》，或许是因为官方不想跟迪士尼11月28号的新歌起冲突，所以提前了一些，这也不难理解，毕竟迪士尼早已在内地打下了扎实的粉丝基础，再加上周深的加持，相较而言肯定迪士尼的名场面更胜一筹。抢先听版本中，周深天籁般的嗓音拉满了整部动漫的高度，虽然视频只有2分多钟，但很多歌迷听完后都表示意犹未尽，而且越往后听越上头，似乎全网都在期待这首新歌的上线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